继续唱你们的歌，可以吗？惶惶谢谢大家，那我要先走开了。安尼较水，啊，一直扭起来拢较无水。哎呦，你们这里，你们张美丽就是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里长，所以看你们的满面笑容哦，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里长。我看到他，我好喜欢他，好想说搬到他那里去。不想照料，不想照料。欢迎来。谢谢谢谢哈。啊，那继续我们的。来唱歌哈，好不好？谢谢里长哈。为什么？哎呦，我被消磨了，但是是你的，不是被拦的。会呀，太好了。你赶快去做清楚。哎呦，你要跟着我，好像。没关系啦，因为我常常都是被人家跟在后面，已经习惯了，不插理狗。那个盖起来，弟弟。来后来，刚兄好不？我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，要不要听？要。有未成年，没关系嘛，这小朋友听不懂。未成年。我去看啊，张文礼要举办选美哦，被酸毙哦。选美选哪里你知道吗？选哪里啊？选掏姐女生的前面，你选美胸小姐。美胸要选美胸小姐，那你一定第一名。我一定第一名不啊，这算什么？这个哇，好多哦，好多人都来比赛哦。这个从第三名开始。第三名啊。什么差不多？来，第三名是小玉西瓜小姐。哇，小玉西瓜多大粒？你请看麦得好啊？这大粒。嘿，第三名是小玉啊西瓜哦。啊，再来，第二名木瓜小姐。哦，木瓜也是很大，可是比小玉比起来又比较小一点的。这个第一名。西瓜，我你怎么好？你跟你们猜，西瓜，西瓜，冬瓜，嘛，搞什么瓜不？傻瓜，南瓜，傻瓜。第一名傻瓜不是，还没有。第一名什么？赶快猜，谁说什么？我这边都喊他来哦。第一名柳丁小姐，好，自己想哈、哦。好了，讲完了。第一名柳丁小姐啊，做什么是柳丁小姐？自己想哈、哦，自己想啊。你还很幽默，还会讲笑话。柳丁小姐，那我们有得热了。柳丁小姐谁讲的？柳丁小姐，人家那个就说哈，一手掌握的是最美的。还西瓜修哥还你要挡哦。好了，我们来唱歌了哦。黄先生，好，关键啊，我要找金导，我要先刷下来，来继续来，我们点唱。